又著孙子谓之序，以为兵者行也，行者正事也，为夫子之徒，时众有冉有之事也。不知自何代何人分为二道，曰文武，离而俱行，因使近身之事不敢言兵，或耻言之，苟有言者，是以为粗暴一人，人不比数。呜呼！王师根本思罪为甚。礼曰：四交多累，此卿大夫之辱也。立官自古，树立其国，灭亡其国，未始不由兵也。主兵者必慎贤，才能多闻博识之士，乃能有功，易于狼庙之上。兵行已成，然后复之于江。汉祖言：指宗者人也，或兔者犬也，此其事也。彼谓乡者曰：兵非无事，无不当之。君子曰：勿居其位可也。